我们早上出车的时候，雾都特别大，早晨其实雾灯啊，全部都打开，这样对着大家行车都比较安全。 这些路我们浓度特别大，哎、就是个5-6米的浓度，哎、你看天气还特别冷，哎、雾也大，娃娃冷着，你看帽子都戴着了，我送上幼儿园。 慢点啊！来，往那边，转呀转呀转呀！